偶像练习生第一次录制，打板。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三、二、一。全民制作人们，对吧？是全民制作人们。大家都存在一个问题啊，把自己老锁在了自己的框架里面。OK， 主要是我也不大熟。三二一，非常开心，今天以全民制作人代表的身份跟大家见面。我又卡了一下，全民制作人，全民制作人代表们，哎呦，在动作的 balance 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。Sorry 啊，各位，如果全民练习生，全民练习生的，还是我刚刚说的 balance 的问题。哎呦喂，再来！非常开心，今天以制作人代表的身份，全民制作人呢，还可以把 balance 在镜子面前多练练。我都出汗了，我的天哪！非常开心以制作人代表的身份，哎，全民制作人代表，张立新啊，天哪，腿死了！我觉得这个会议 balance 不对，记得随时告诉我。balance， 我一直跟你强调的 balance。花絮，好的无聊。好，再来哈，只有更好的了解，才能帮。OK， punchline， 这就是 punchline。首先在踩点上比刚刚踩得好，但是呢，在动作的 balance 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再来一次。哟，好。说完以后就直接拿资料看。全民制作人们都是为了你们啊，是这一次又一次来。全民制作人们，如果你们有任何想法以及建议，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哦。你的表演我们已经看完了，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商量一下。我都出汗了，我的天哪！张艺兴最终等级为 A。